你们好吗？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参加2016宋仲基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北京站，欢迎大家。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常景阳，在这儿问候各位了。我相信今天晚上这个时刻大家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了，是吗？你们激动吗？紧张吗？开心吗？大家来到这儿是不是都为了见那个人呢？那个人是谁？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刚刚呢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有打了一个照面，他今天真的准备得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帅气，在那一个瞬间我都要被迷倒了。你们是不是想马上见到他？有多想？来，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他就是宋仲基。哎，怎么没来？等一下，让我心灵感应一下。哦，好像声音太小了，没听到。没反应吗？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不好？我们大家持续的大声的一起来呼喊宋仲基，宋仲基，宋仲基，可以吗？我们用这样的叫声把这个体育馆的顶棚掀开，然后宋仲基就会从天而降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愿望会不会达成，请大声呼喊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就是我们掌声欢迎宋仲基先生。大家好，来，我们先请宋仲基先生正式的跟现场的各位粉丝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宋仲基。哇，我很紧张。너무나 谢谢。오늘만나서너무나반갑고요，今天见到大家非常的开心。今天见你们很高兴。今天我们开开心心的玩吧。好的啊，各位亲爱的现场的粉丝朋友还有线上的粉丝朋友，这里是由珀莱雅和易智波冠名统一先生多和携程特约赞助金龙鱼指定的宋仲基亚洲粉丝见面会北京站，我们现在真的就要开始了，激动吗？好的啊，仲基哥，在这部戏结束之后现在行程还是非常的满，非常的忙，是吗？对네바쁘게지내고있고요对的，最近过得比较忙碌。오늘이렇게중국팬미팅의시작을이렇게베이징에서하게됐는데너무나영광스럽고그래서바쁘지만굉장히기분좋게지내고있습니다那这一次我的亚洲巡回呢在北京是第一站嘛，那中国这边是北京第一站，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那虽然我现在非常的忙碌呢，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要开始了，所以我心情其实是非常的开心的。对，但是我觉得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来做这样的粉丝见面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对，而且我知道这次北京站的粉丝见面会对你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吗？처음이고요
是第一次在北京办见面会。 처음이라는 게 가장 큰 의미가 있을 것 같고요. 所以是首站嘛，第一次总是啊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大的。 그래서 이 처음에 뭐라고 시작이라고 하죠. 이 시작을 잘 시작을 잘하고 싶고 더 큰 의미는 없을 것 같아요. 시작이기 때문에 나중에 생각했을 때도 절대 잊지 못할 것 같고요. 또 베이징 공항에서부터 여러분들이 많은 성원을 보내주셔서 그 기쁜 마음을 제가 보답해드리기 위해서라도 오늘 정말 즐거운 시간 가졌으면 좋겠습니다. 凡事呢这个头起个头是非常的重要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像比开始这件事情没有更重要更意义重大的事情了。那我今天在这边算是一个开始，那接下来呢，以后呢在我回想的时候也是我会觉得哇，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是在北京，然后会回想到一些很光荣的一个时刻，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从北京机场上飞机那一刻开始就感受到了各位粉丝们的热情，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是。 那其实呢，今天到场的粉丝，他们真的等了你很久很久了。对，有很多粉丝朋友是从出生开始就等着你来北京的。给力，非常给力。完美，完美。<笑>所以，有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这些等待你很久的粉丝说呢？我很爱你们，我爱你们。그리고 오늘 저는 사실 지금 긴장 안 한 척 하고 있는데 굉장히 놀란 상태거든요. 너무 많은 분들이 와주셔가지고. 其实我现在是故作镇定，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觉得惊讶的。现场来了太多的粉丝，没有想到这么多。 真的谢谢。 OK， 没关系，这种紧张的情绪在粉丝们的热情面前就会慢慢的消失了，对不对？我们一起为宋仲基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OK， 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今天我们的粉丝见面会，因为真的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那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感谢珀莱雅一直播和爱奇艺为我们今天活动所提供的所有的帮助，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不如坐下来好好聊，可以吗？哦，请坐，请坐，请坐。那得有凳子来，有请，<笑>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哇， 정말 많은 분들이 와주셨네요。 现场真的来了好多的人呐！对，哇，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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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刚都看清了吗？对，아니 정말로 이렇게 가까이서 뵙고 싶어서 이렇게 내려가고 싶은데 오늘 그럴 수가 없다고 들어서 아쉽습니다. 其实呢，我真的很想要走下去，然后一一的跟大家见个面。可是不过，我们这边就是不方便嘛，大家也知道啊，那请多谅解啦。好，那个我们接下来坐在这里，就要正式的开始聊一些问题了。对对。我学习。 中国话，很棒，很难，但是你很棒。我喜欢，中国话，中国话啊，很难，加油。我觉得再过一年啊，我们两个应该可以用中文访谈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来来来，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宋仲基平时会用电脑吗？자주 쓰고 싶은데 컴맹이라고 하죠. 잘 못해요. 기계를 잘 못 만지는 편이에요. 虽然我很想要去使用它，不过我对电脑是不精通的，所以我不太会动这种机械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粉丝朋友都希望能够在网上跟你互动，哎。 아, 아, 네, 네.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在网上跟他互动그래도제가그요즘에뭐뭐많죠바이두라는그사이트도있고웨이보라는그어플도있고많은데제가잘이용할줄을몰라서잘못하고있긴해요어그래서대신에제최근의근황들을이광수씨가대신올려주고있긴한데 最近呢不是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吗比如说啊百度也有啊微博是此类的东西有很多很多那因为我个人不太会用这些东西所以我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上传一些讯息给大家不过呢、네、我的朋友李光洙呢就是替我为我就是把我的讯息传达给大家看저에게궁금한점있으면광수씨한테물어봐주세요所以大家对我有什么想好奇想要知道的话呢你们就去问光洙吧那他会很忙的嗯我的朋友啊好朋友啊、yeah. 好朋友哎、yeah. OK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对就好像一个非常神奇的电脑因为我们的屏幕上有好多的电脑上面的文件夹对那这些文件夹呢今天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把它打开好吗对对那我们首先来打开第一个文件夹来看看第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什么好不好来、啊、请看第一个文件夹哎 ，Yes or No？ 没懂怎么回事，是这样，这个 Yes or No？ 耶、yeah. ，我来解释一下， yeah. 这个 Yes or No 的文件夹里面呢，装的都是粉丝想要对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希望你能够坦诚的来回答 Yes 或者是 No。OK， 中介哥是这样、嗯，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嗯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实的男人。嗯、哎，对。但是，对对对，导演不相信你。他们怕你会说谎，所以他们特意准备了一个测谎仪。为什么？为什么？来，测谎仪。Okay. 这个是导演准备的，不是我准备的。OK。好，来，这个测谎仪很神奇的啊、哦。哦。그럼제가약속을드리는의미에서맹세하겠습니다那我就是在此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一定会说实话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宣誓네可以선서宣誓저배우송중기는我演네我演员宋仲基팬들이보내주신질문에会诚实的啊做为粉丝们发送的问题거짓말탐지기가작동되지않도록作答然后不会让我的这个测谎仪솔직하게대답할것을여러분앞에서맹세합니다有所动作所以我会在此跟大家宣誓我会诚实作答的跟大家拉钩啊、嗯、跟大家拉钩你们都跟他拉钩啊哎他刚才跟你们拉钩你们为什么不拉钩拉钩拉钩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了OK 请把手放在测谎仪上呼来我们要为这个测谎仪充上一点电啊还没开始回答呢好他现在在充电了 OK 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哦、你自己心里也觉得退伍之后自己变得更加有男人味更加有魅力吗 Yes or No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来看看没有是说谎了还是说的是真话呢好紧张哎那个真话和谎话同时亮了那你自己看你那同时亮了이거기계가잘못된거아니에요这机器是不是坏了저는약속드렸는데솔직하게말씀드리겠다고我已经跟大家约好了嘛拉钩说我一定会诚实作答嘛对但是它同时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自己心里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大家并不这样觉得그러면그렇게생각하는데제가겸손하게얘기하려고이랬나요那可能我心里其实是那样想的只是我谦虚所以说不是的吗哎来这样我们问问大家好不好
大家觉得宋仲基在退伍之后是不是更 man 更有魅力了呢？给力，谢谢。我觉得这个机器害怕了。哦，그러니까요。OK， 那我们下一题好不好？ OK， 那手要拿起来一下，我们重新放在这里，来，请放进来，要重启。好，重启，来，我们看下一题。哎，这道题是这样的，洗脚的时候，啊，啊啊。啊 ，sorry 啊，那个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是从、哦、是从脚开始洗吗 ？Yes or no？ 没有没有，没有吗？不是从脚开始、啊，不是不是，不是从脚开始洗。那我们来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电到你了。살짝왔는데요感觉到一点点流了、那所以是说谎了吗저는발보통발부터안씻지않나요안씻지않나요보통발부터씻지는않을텐데一般来讲不会先从脚来洗澡吧洗澡的时候어那这样我就问一下那一般是从哪儿开始洗呢아왜이렇게좋아하시는거예요大家怎么这么开心呢哎你们想让他从哪儿开始洗呢아왜저잘안씻는데요我不太洗呢不太爱洗씻을때洗澡的时候吗비밀로간직하겠습니다这就是啊秘密秘密啊哎那洗澡洗完澡出来之后、会不会对着镜子耍一下帅装一下酷什么之类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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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吗예그러진않는것같아요其实并没有这样做네부끄러움이많은편이라因为我是个爱害羞很害羞的人네所以每次洗完澡出来之后看到镜子都会是吗조금一点点多少有一点、OK 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好不好 OK 下一题啊这道题我们要香菜你也不喜欢中国的香菜吗就是你不喜欢中国的香菜吗 Yes or no 싫어하진않는데잘못먹어요아직네不是不喜欢不过呢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适应那个味道근데먹으려고요즘에좀하는편인데아직은잘못먹어요最近有尝试的就是去多吃一点可是到目前来讲并不是很能适应它的味道啊 OK 那我们要来试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要是要来那个先来重置一下它然后再来试一下好来 OK 看看哦근데이거소리가무서워요他说这个机器啊声音比较可怕转动的声音哎，里面有人。사람이들어있나요是有人在吗？有人吗？喂？喂，你说话。大家能听到他的声音吗？啊！네거사실대로说的是实话。对，说的是实话啊。所以紧张된다所以好紧张所以其实在中国的这么多的美食里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두부요리를가장좋아하고요我最喜欢吃豆腐料理豆腐料理豆腐啊哪一种做法마파두부를가장좋아해요麻婆豆腐마파두부大家为什么在笑呢是麻婆豆腐对吗你们笑什么麻婆豆腐怎么了你们都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对那我觉得我要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美食在北京要吃的뭐요那个美食那个美食韩国也有炸酱面炸酱面啊我喜欢你喜欢喜欢北京的炸酱面有吃过吗북경에도짜장면이있어요北京也有炸酱面吗快谁出去买碗炸酱面来주세요请给我
北京也有炸酱面，很好吃。你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和韩国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要吃，我要去明天。明天要去吃炸酱面。炸酱面。好。哦。来，他们可能明天都会去。같이가시죠。好，大家一起去吧。好，来，我们就要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了。OK。来下一个。哦，比起长头发的女孩更喜欢短头发的女孩吗 ？Yes or no？ Yes。Yes。更喜欢短头发的女孩。Yes, 来，我们来看看。Yes, yes。更喜欢短头发的女孩，这个回答是真话吗？哎？기계가고장난것같아요这个机器好像故障了。对啊，这个机器好像出现一点故障啊。저는짧은여자좋아해요我喜欢短发的女孩子。喜欢短发的女孩，所以为什么喜欢短发的女孩？原因是什么？더깔끔해보이는것같아요感觉上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看起来。所以就是如果那个女生啊，如果那个女生她是短头发，但是呢，可能长相不是特别的好。네你会아그럼그뭐외모가광수닮은건가요아他的长相是长得像光珠一样吗比那个要稍微好一点点광수보다좋으면돼요只要比光珠好看就好啦好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觉得自己是长头发好还是短头发好呢제머리요对你自己来说저는짧은머리가요새더좋아요我最近比较喜欢我的短发。태양의후예를한이후부터는뭔가짧은머리가더적응이돼서自从太阳的后裔拍摄太阳的后裔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短发的造型。啊，就会比较的 man， 对不对？啊，好，对，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道题是什么？来，请看。네你可能会接受。跨越国籍的恋爱吗？可能会接受，也就是说会接受，对不对？好，我们先让这个机器预热一下之后呢，宋仲基说他可能会接受跨越国籍的恋爱，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가능합니다네我可以接受。이거소리가진짜무섭다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挺恐怖的。OK。说的是真话哦，会接受跨越国籍的恋爱哦。那你觉得哪个国籍会比较好？啊？다저는상관없어요。不管是什么国籍，都可以，都 OK， 对不对？如果是中国的呢？中国都괜찮나요？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就不接着往下问了，好吗？对对。对。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마지막질문인가요에어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吗可是还没玩够哎好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起女子组合아니요저는걸그룹이더좋아요아여기다걸그룹이전더좋습니다我更喜欢女子团体啊真的吗哦说的是真话哎说的是真话哎你真的更喜欢女子团体吗광수한테미안한데요갑자기我突然觉得对不起光珠呢对不起光珠对不起光珠对不起光珠但是光珠不会马上就会来到现场吗얘기했습니다我真的是说了实话啊对不起光珠네哇 okay, 일단은 okay. 알겠습니다那这样这样可以了可以了、yeah. 我们 就在这个对不起光珠的这个问题当中结束这个环节好不好알겠습니다、yeah. OK 那这个对不起光珠的事就回国之后再请他吃饭再慢慢的跟他解释好吗对对对对因为他还要帮你上网对对광수씨한테인증샷올리라고할게요
我会让光洙就是拍照认证照然后上传。 OK， 好，那这是刚刚的那一个文件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文件夹，来，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文件夹是什么呢？